都看维新世界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。同修阿弥陀佛、啊、我们继续来讲暗山。暗山内暗、啊、内暗呢家中庭院，上一集我们所讲的家中的庭院，再下来有室内办公桌前，像我现在办公桌的前面，讲台的前面，然后佛座前也有暗山，书桌前也有暗山。回想在民国73年，台中县长陈庚金陈县长的时候，啊，在春天嘛过了，吼、哦，那一段时间呢，报纸啦，啊等等呢，官司啊一大堆。三天要跑一趟法院，报纸真的鸡犬不宁。啊，当时的事务部长林股长，还有财政局陈科长呢，就很紧张为这个事情。包括县长啊，县长好啊，然后且请张董呢来帮忙看一看。我们结缘是在做工程的时候就结这个缘，所以县长呢他啊，你请赶快来看呢，那我就先就卜个卦，还没去以前我先卜卦，卜卦了，应爻明堂朱雀乱象，朱雀洞有光的乱象，啊，叫破琉璃殿来伤到县长。坐座位，变成口熟是非一大堆，啊，对，说也说不清，理也理不清，啊，那在办公桌是这样，办公室，门进来，这边呢就是那个奖牌，奖牌。奖牌架，高高的奖牌的架，啊，像这奖牌这样子架很高，啊，一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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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部都是奖牌，也很多奖牌，都放出那种光，这乱流的光，他坐在这边，面向着这个，又逼迫，又白虎回头，叫白虎方，啊，一个桌子叫白虎回头。所以兵七族奴七族啊，啊，这个乱象就来，将近闹了2个月，啊，我就去看了，明堂，就是奖牌桌很近不很远，哦，那个光啊，啊，早上太阳，它是坐东向西，右边是窗，太阳一射进来，眼睛都张不开，刚好那个季节的角度，太阳都射进来，反射。所有的奖牌都反射，啊，所以那一段呢，哦，乱糟糟了，那我就有心里有把握了。那在民国73年，我去了县长，你这个内堂内暗的，前面是凌乱的光，有你的光啊，把你元神盖住了。所以口舌是非，兵七组奴七组，无中生有一大堆。啊，那陈庚金陈县长，对啊，
哦，很烦呢，不知道怎么办呢，怎么样？我说你赶快把它移掉，好，把这个明堂呢，把这移到这边来，移到这边来。你把桌子移到中间来，好，这个移到这边来，这是龙，龙有力，好，龙这里个光，这里有这个光，光辉，好，啊，那么你这个呢，啊，矮矮的，改做矮柜，矮做矮柜，那么你的整个课桌椅。好，你的主位交在这里，主位，啊，客人从这边来，我们如果坐的位置，我们眼角一定要看着人来，以最正常的方式呢，你看着来，我跑也跑得可以跑得掉。若是呢，你坐到这边来，人一众冲进来了，你也心里不安，所以你我说你改到坐这里来了哈。哦，改这样来嘞，好啊，这边有柜子，矮柜，矮柜，哎，这么高，这边低，低的，好，这么高，龙高虎低，好，看了马上就调，调一调嘞，我说，三天内包你。报纸会销声匿迹，他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就中午就在太平洋那边吃饭，啊，三四位记者呢，平常都是他们三四位在那个，那时候三四位记者呢，有事有求于我，中间他们看，嗯，这个一定张某某来跟他调整了，哦，跑到。太平洋餐厅，我们在吃饭，找到了啊，老师原来是你，哇，你们看好心没？谁叫叫卡称？好心一点呢，生孩子才有屁股，不然你们会没有屁股，乱来，啊，造成社会大家的不安，罪过呢。啊，结果礼拜天调了，礼拜一就开始就平安无事，因为明堂内明堂呢太高。压下来，压下来的内岸压下来，又是有那个有的那个奖杯，很多奖杯造成很多的困扰。你要专门一间来放奖杯，未来你们如果看到机关学校奖杯的话，啊，你最好另外一间，你在房子里面。它的光有时候什么时候太阳进来呢？会反射，会折射，一折射呢，就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情绪，和我们的，我们的元神就会盖住，啊，那个叫做内暗，内明堂，啊，我们的桌子坐了前面，如果混乱的话，100%绝对不顺。普里这个国中啊，原来校长呢，走廊门这边进来，校长坐在这边是没有错啊，这里啊他就排了一个座椅，好，啊，啊，椅子是这么坐，他主位一出来呢，他以为这样来就可以来坐在这边。我们那他而且是两张桌子很长，我进去了，哎，校长，你这个内暗明堂，你这样是自己挡自己的路哎，没有退路也没有钱呢，因为
这样来自己逼自己，逼自己，也没有退，也没有钱。你这样的心不会烦吗？说是啊，很烦，不知道哪里有毛病，好像掉到这里什么都不顺。那原来呢？原来这么做，他是原来做我不好，不好意思调。人家说新来的上任了，就开始换东换西。我原来的校长他坐在这个位置本来就不合理，百事推不动，百事不顺。哦，所以难怪他做了没有多久就被调走。那么你这样也很快就调走，而且呢，你这样厂长看起来像什么？像一副棺材，坐在这边哭。好，你这边也是像大家绕着这副棺材在哭。我说，哎，校长，学校在办丧事啊？你说没有啊？说不是啊？哦，我说你坐这，你看你自己看。就像这办丧事，好，所以那一段时间掉了就两三个月，百事不顺嘛，就跑来要去看。那么这个怎么排？啊，排这个呢？好，那我告诉他说，排华呢，你排这样来，主位、茶几、茶几，好，最多呢，我们再排两位客，好，咱这么多客的客，这是长官，长官的位置。平常呢，客人没有来的时候，好啊、长官没有来，我们就坐在这边为主，等到。有长官来的时候，长官坐在这里，你坐这边，所有的客位都排在这边，啊，那你这明堂不是宽了的吗？明堂，啊，你坐了要看到客人来，啊，你开始才能招呼，这边全部不要排，啊，他连来的这样，心情会不会一样？我们排桌子的礼貌。你这样呢，就唯有独尊，当然很好，但是你的上级主官来，你怎么办？你就让他坐着。上级主官来临时短暂时间呢，你也不能强拢不压地头蛇哎。好，那么你就排这样来，两个位，好，一个主位，还有一个客位，客位长官的位。平常一般客人来。这个地方不要让人坐，你就人家进来坐这边，啊，这有长官来了，你再坐这边，这边都不能，这两个位置就是你的，就是客人的位。那么你这里可以排一些椅子，多一点的，一进来嘛，这些一进来就可以了。好，排好了，哇，很舒服，很舒服的，哎，开始呢，学校整个团结。整个和谐，啊，所以那个叫做内案，内明堂，内明堂内案，好，包括我们公司董事长、副总、总经理等等，这个我们的排华也都要符合的风水的法则，那这内案，内案还有呢，就是我们神厅。很多人的神厅呢，佛堂前面放的乱七八糟，嘿，前面呢我放个水晶球，能够赚大钱，胡说八道，水晶球没有生命，水晶球没有生命，那么你有生命的人，你跟着祈祷这些没有生命的，给你财富了，他怕无门蝶，而佛是。活的活在我们心中，这些好、啊、这个死的东西啊，没有生命的东西，你放着这样就能发大财啊。
骗鬼。有一次在某一位高婚宴的检察官，他说：“老师啊，我前面换过水晶球，我赚大钱的股票赚了40几万呢。”我说：“不是那个帮你赚，你这一个月先会赚钱啊，你怎么投资也好。”他不是啦，我放那个才赚啦，我就是你那个放了，刚好你这一个月运到了才赚钱，不然下个月看会不会再赚。下个月呢，他的赚了几十万了，倒贴一遍又踩下去了。我说你又，他不是跟你赚钱吗？流年啊，诡计啊，那个死东西不能让你赚钱。好，他就继续在请教一些上司。好，他就还是多了。哎，这个那个是时机过了，我再补一个几万块，就可以再接触到光，又接到佛这边，佛再接给你。后来去接了，接到一年内呢，薪水都不够。啊，人家老婆呢，三四王钱呢，全部都踩下去。后来那跑到又到学佛寺来了。师父啊，我说什么事情？赚了大钱是不是？你都一点都没有布施，连赚钱都没有请客，这么吝啬。我现在没有钱可以请你，以后就有，不是赚钱吗？没有啦，哎呀，这个别人没有错，你自己错。明堂乱，我们的佛堂前面一个桌子，你有的水晶球。我就学水晶柱，有的水晶什么形状，那个乱七八糟眼花缭乱呢。因为我们礼佛拜神呢，活在我心中，那么随时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灵魂心灵常常就已经坐在佛座上，和前面这些光会反应，变成乱流的电波，眼耳鼻舌身意，从眼观进入意观，然后再反射回来到我们全家人，是这样而已嘛。好来，就要搬到我这边来。我说不要，搬到我这里来了，还我麻烦。我现在是最富有，什么富有呢？我不要保管那一些宝贵的东西，心很富有，很安呢。哦，如果说，哎呀，为了保护这个小小，我要盖一间房子，我划不来，而且也是不安。我啊，搬到仓库了，好了，搬到仓库了，清清静静了，心安定下来，安定下来，精神统一，精神统一，智慧就来嘛。所以内暗内明堂，除了庭院、中庭、前庭院和外面的一些布置了，我们尽量清静单纯呐，单纯化，室内的也要单纯化，还有我们的。书桌的也有内堂，也有内暗书桌。小孩子的书桌啊，你坐到前面，有电视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小孩子一定读书越读越糟糕。那个明堂，那个电视光的荧幕那墙呢，会闪，这个射进我们的思维。因为经过眼睛，我们会想到今天几点了，有什么节目。叫色空不二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空就是思想，色界就是看得到的一切，听得到的一切是色界，闻得到的也是色界一切，舌头感得到感觉是色界的一切，所以我们书桌前面尽量能够清清静静的读书，比较能安心，也是念明堂。再来，我们负责人办公室、办公桌内暗。我们现在很多人流行呢，里面有什么？桌子下有脚底按摩机，那个按摩好，一边上班一边可以按摩，可以调整身体。哎呦，黑的，那个生意人这样不合理。为什么呢？当我们有按摩机按上去了。你的空性思想，你就会想去
转动它，转动它呢，我们的心就转被那个机器活了，死活人被死机器，你心就被抓走了。啊，那么一按呢，啊，你就常常很多事情工作做到一半，有头无尾。啊，还有呢一些，啊，那个办公桌下面放了 XO， 放了约翰走路，哦，放着什么就喝了。哎呀，那个很不好哎，哦，不好，我们有四神，闻香的四神，闻香四神呢，当你在那边呢，虽然没有闻到酒味，但是我们意念里面就知道里面有什么酒味，无形中我们有四神，四神的守护神，闻香的守护神，会传着我们的脑意识，我们这个桌子你觉得能修修，没有精神了。啊，在去年我们到一家私人的公司，啊，他做糕饼业的，原来很好，啊，后来呢有好朋友嘛，就尽量送手哪里的什么二窝头啦、鬼什么头啦，反正大陆什么头都跑进来了，那么久，我们塞得满桌子，光你那上班，那酒进来你就昏昏沉沉，啊，你的生意就不会。怎么做？他老婆哄气的半死，从里面跑说：“对了，对了，老师你讲的对了，就是哦，他喜欢这只脚不喝，但是他的肠，真肠，哎呀，这什么什么，什么窝头啊，啊什么头，什么反正大陆的那个酒圣啊，酒圣是谁？十圣有酒圣是谁？杜康，杜康是酒圣啊。”哦，你们只有什么酒圣？哎呀，看了每天来朋友谈酒，忘了做食品和糕饼业，越做越糟糕。晚上铁脚拿掉，桌子全部瞧弄干净，才就稳下来。那个是内明堂，也是内暗，反正在我自己做的眼睛所看到的，周围的这都叫内暗。还有呢，我们的里面的臭袜子、臭鞋子，哇，积了一大堆。各位啊，以后你们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啊，有亲朋好友了，啊，看他做生意啊，最好绕一下，看他桌子下面看一看，哈，没有干净的，叫他赶快清除干净，啊，最好每天喷清香剂。因为什么？我们闻香的四神，闻香的神，传着脑子里面，传着脑子里面，你有檀香味，就传着我们的最顶尖的智慧，这一个，哈，就八四田到九佛十如来的境界，哈，平常那个芳香剂呢，最起码在八四田里面，好，在四田里面呢，可以定心，那么一定心呢，心就定。心定神就在嘛，我们的元神就在嘛，我们的守护神就在嘛，这样的脸你们可以试看看，可以检讨自己过去这样的时候试看看啊，所以我们桌子下呢，尽量给它干净，这也是内暗。还有我们有桌子，也就是暗桌，办公的暗桌有什么文公祠啊，文公祠呢要合财本的量尺酒，我们能做下去的是这样。哇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怎么办公呢？啊，人不高的话，就刚好这个脖子刚好在上面，好像呢什么龙头铡、虎头铡，包公办案的龙头铡、虎头铡，哪有智慧探鲁级？我都不相信。好，不然就把椅子垫高，垫高起来呢，恍恍惚惚。桌子高度不要和文公尺，坐得舒服就在我们肋骨，我们胸口这里。我们的排骨嘛，好，刚好在这里，好，这个位在桌面。桌面到这一点要三寸，好，到这一点要三寸，
所以我们的桌面到这里最标准的三寸，不是三寸，一寸半啊，一寸半，三寸太高了，一寸半，在我们这个点，肋骨这一点，这里下来一寸半是最好的，一寸半它是财，一寸半以内绝对是平安的，所以桌子不要论高低，人高了你就还是一寸半，椅子升上来和降下去，从椅子去调。曾经我看一位我们的师兄，他为了合财，结果呢，椅子高高的，人不高，两脚口往海，两脚口往海呢，为了要合这个财和本，那段时间呢，水高不高些，椅子呢，它又会滑，一高了常常就倒下去，弄到了呢，我说你太执着了，远走，一寸半，一五，好，一五一点五，这是吉祥数，一点四寸也是吉祥数，反正不超过一点一寸半，那我们的三个指头，那就好了嘛，那是内暗，也是内暗。你们常常可以以后可以注意到很多亲戚朋友，公司工厂它的位置呢都会很低，越做越低呢，那越不如意。还有我们办公室桌的前面的内案，两个椅子，比如桌子是这样。主椅那么客的椅啊，这客椅啊，这个绝对不能高过你的办公桌，绝对不能高，高过办公桌是什么？谈判，那很糟糕谈判，你就累了。那么你这个可以最好改这个圆的椅子，这么就不要了。那主客分明，那是尊重客人，尊重客人。你让客人高起来跟你有谈判种种呢，那是不慈悲，那是我们不对。若是要矮的，也要比这个椅子矮，比这个桌子矮，要比这个桌子矮，那就没有问题。这个是内暗，所以外暗、内暗、内暗主，当你所有一切人、所有一切事业里面的等等呢，都是在内暗。内暗如华了，你外暗，我们再来讲求外暗。所以我们这个风水呢，不是那么狭隘，所有一切的行住坐卧，所有一切的视线，所有一切反映到我们四田里面来的，都是为风，都是为水。我们了解到这个法则的时候，处处是禅，禅机处处，处处是禅机，处处有福，但是处处也有祸。这是我们在风水学方面呢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有理性、很有自信、很有智慧和符合真理的法则来看待任何一件的事情，也是风水的法则。阿弥陀佛。心向天。